新传这一个部分呢，它是以四方节气传承创新为主轴来做一个表演。现在我们就是把重点拉回高雄，高雄的文化，那高雄的文化节气非常的丰富多元。东高雄有西内庄、松江镇，松江镇对，然后西高雄有左营观景区，南高雄有西施甲，北高雄有什么呢？茄定的王传记，是的。现场呢，现在在小巨蛋里面正在这个表演的呢是三部曲新传的这个部分。新传里面呢，我看到电音三太子，我看到电影宋江镇。到说，其实，在高雄有很多的这个节庆嘛。刚刚你考过，我现在换我考你，在东高雄有什么呢？东高雄有宋江镇。哦，对，内门的宋江镇。那在西高雄呢？在西高雄有万年祭。对，在左营的万年祭嘛，对不对？那在南高雄也有很特别的东西。狮甲，细狮甲。对，就狼腮有没有细狮甲那一种？那，哦，在北高雄也有，就是茄定的王传记。对，没有错。其实这些庆典都保留了，就是过去那些一些先人传承下来的一些味道，这样。有一次我们去内门去拍宋江镇，然后那时候是去拍台湾好好玩，然后我发现啊，内门那边的小朋友，他们下课都会送去学宋江镇。那我觉得跟台北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台北人下放学小朋友会去学空手道，会去学跆拳道。可是在高雄，在内门就是学宋江镇。对，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那如果他不学的话，以后可能就没有人会，就会慢慢流失掉。小还有茄定国小。
在这个茄萣国小的这个乌龙队啊，哈，也很精彩。这个茄萣国小的这个乌龙队，他们参加很多比赛都是拿到冠军的哦。他们在服装和道具上也都很讲究哦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高雄市在这一次要办巡回真的很用心哦，用心认真。